啲啦 ，Kathy， 今日咧想教大家咧 Olive 咧橡子果嘅挂件，希望咧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多啲 like 我哋教学影片，支持我哋。用到嘅材料有线、棉花，用到工具有钩针、铰剪、缝衣针。而家开始钩织，环形起钩第一行，将钩针都由呢个入针位入边缺线拉翻出嚟，缺线拉个钩针上面一针。在这个入针位勾四针短针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四针短针勾好，将勾针都由去起始位呢度，我哋扯紧线头，条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。第一行勾好，我哋嚟紧开咗第二行。将粒锁针荡起立针，再同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再下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勾两组。将支勾针都由起始位呢度，条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。第二行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勾第三行，去翻下一个入针位，挑最出边嘅呢一条线，条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，收针锁针荡起立针，再同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，再下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勾六组。第三组，第四组，第五组，第六组。六组单元勾好，将支勾针都由起始位呢度缺线拉翻出嚟做翻针引拔。第三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咧开始勾第四行，收针锁针荡起立针，在同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下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，下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下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勾六组。第三组，第四组，第五组，第六组，将只勾针都由起始位呢度缺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。第四行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咗第五行，收针锁针荡起立针，再同一个入针位勾两针短针，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咗第二组单元，下一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勾六组。第三组，第四组，第五组，第六组，将勾针都由起始位呢度缺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。第五行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勾第六行，收针锁针荡起立针。再同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下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下一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勾第二组单元，下两个针位勾两针短针，下一个针位勾两针短针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勾八组。
第三组。第四组。第五组。第六组。第七组。第八组。总之勾针都是起始位这里翘线拉回出来做花针引拔。第六行勾号我们现在开始走第七至第十二行。失针锁针荡起立针再同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。下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。下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。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一针对应一针。每一行呢勾三十二针总共呢勾六行。第十二行的最后几针勾好，将支勾针都由佢起始位呢度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。我哋咧而家开始第十三行，失针锁针荡起立针，再同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，再下五个针位勾五针短针。将下两针并为一针。第一组单元勾号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勾四组。下六个针位勾六针短针。将下两针并为一针。第二组单元勾号。我们现在开始第三组单元。第三组单元勾号，我们现在开始第四组单元。将最后两针并为一针。第四组单元勾好，将支勾针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。第十三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走第十四行，收针锁针荡起立针，喺同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下一个针位勾针短针，下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。我们呢按照相同的方法一针对应一针，在这一行上面呢勾28针短针。第十四行的最后几针勾好，将支勾针都由它起始位这个入针位的中间翘线拉回出来做花针引拔。第十四行勾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第十五行，失针锁针荡起立针，再同一个入针位勾针短针，下四个针位勾四针短针，然后将下两针并为一针。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咧勾四组。第二组，第三组，将最后两针并为一针。第四组单元勾好，将支勾针都由佢起始位呢个锁针位嘅中间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拔。第十五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始第十六行，
側針、鎖針、蕩起粒針，再同一個入針位勾針、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勾針、短針，然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咧而家開始第二組單元，下兩個針位勾兩針短針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六組。第三組。第四組。第五組，將最後兩針並為一針。六組單元勾好，將接勾針都入去起始位，這個鎖針位的中間，條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十六行勾好，我哋嚟解开咗第十七行。细针、锁针、荡起立针，再同一个入针位勾针、短针，然后将下两针并为一针。第一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总共勾六组。第二组。第三組，第四組，第五組，將最後兩針並為一針。六組單元勾好，一隻勾針都入去起始位，這個鎖針位的中間，條線拉翻出來做花針引拔，就勾針上面的線拉長一點，然後我們再在這個位置裝入棉花。棉花裝好，第十七行勾好，我們呢現在開始第十八行，將這勾針都入去這個入針位裡面，條線拉翻出嚟，我哋咧將第一同埋第二針並為一針，將第三同埋第四針並為一針，再將第五同埋第六針並為一針，我哋將第七同埋第八針並為一針，將第九同埋第十針並為一針，將第十一同埋第十二針並為一針，留一段40cm 左右的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來，將線頭穿在縫衣針裡面，然後我們沿著這個位置做閉合處理。咁咧，主體嘅部分咧就勾好，我哋再勾。咁咧，橡子果嘅掛件咧就製作完成。